们继续再往里面走啊，整个让他们车子前停，所以我们这边稍等一下哈。咱右手边这边有一个绿水河流步道，有走过啊，但是一样要经过一个专业的导游帮你带领啊，很悠闲的啊，因为这边现在我知道上面半山腰这边是一个步道的部分哈。好，请大家干什么呢？头低低的，我们要过山洞喽，不然。西横贯公路，我们现在来到，有没有看到左手边有少部分的燕子啊？但是三到五月的阳燕，也就是家燕的比较多一点啊、哦。这是台湾八号公路171K。对，好，现在这边叫绿水，所以走那段叫绿水河流步道。你们车子好多啊！还有车子要上来哦。就是只有这101条唯一的哈，进出都是只有这一条哦，叫东西横贯公路。那真的等它完成好的话，这边是还可以到台中的，从花莲一直到整个台中啊，东西横贯公路，1956年到1960年贯穿打通的哈，感谢那个国民党阿兵哥，还有包括蒋经国。过山洞喽，头低低的。哎，左手边有一个小瀑布了，小飞瀑了。等一下回来的时候，换右手边的贵宾就可以看到。到了周边的宗教就是所谓的叫天祥。我们后面还有车吗？好，这个就是天祥隧道，全长499米。都没人听。让你知道整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啊、哦！我很喜欢这个，因为有一个吉祥的祥字。那等下最后的话，这边大家可以上个洗手间哦，拍拍照。等下我再确认一下整个团队统一出发的时间。右手边这个是智慧桥，纪念一个叫吴智慧先生。嗯，哇，我们车子群在这边哈、哦。来，右手边绿绿的这一栋啊，就是洗手间，还有一个邮局。你想买邮票的，有跟我讲过哈、哦，要买邮票的就在这里哈。哦